我是刚刚列车长的2010年5月25号基隆站，基隆站，哎，换了换了。22:12，我把这是1854，那种经历的泉州。98的基隆区雾干云港树林的盈利售价时间变成902泉州。你们七段时间吗？大家下来，好了，下面干嘛？咱们都丢不到，就刚好没人了，宝贝。那个，再见。